快看，我在这儿发现了个箱子。发现什么东西了吗？这不是之前死掉的玩家吗？等等，这还有本日记。快打开看看写的什么。这凶手真是个变态啊，他想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，做成艺术品。果然是个心理变态的人，这个密道另一端肯定有出口，就在这呢。可是凶手还没找到啊。想一下，老师怎么对密道这么熟悉？ Dream 同学，因为我头脑聪明。那你为什么有稿子？我曾经是个矿工，带稿子不挺正常吗？那你为什么每晚都不在？因为我在找真凶，以为都跟你们所有人一样，晚上都睡觉。卧槽，出去太长时间，天快黑了。大家在夜里一定要注意好安全，尤其是白小羊，你是巫师，肯定被列为优先击杀目标。不用老师说，我也知道凶手的目标肯定是我，今晚我就在这守株待兔。今晚的目标是白小羊，把这个领头羊宰了就没人能奈我何。看了半天他不在里面，肯定在某个地方守株待兔等我进去。我有办法了。有声音，我听到了，玻璃碎了，可这里的玻璃没碎啊，凶手在哪呢？白小羊不在，只好随便杀个人了。玩家越来越少了，我要把凶器嫁祸给别人。可怜的卡卡，警觉高的 Dream， 别跟我开枪了，你从哪里进来的？你失败了。别跑，给我站住，你这个变态的凶手，杀害了我的朋友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卧槽，跑得真快，我手枪的子弹只剩一颗了，这里这么大，还真不知道他是往哪跑的。天亮了，昨晚我看见卡卡死了。我去，这怎么会有把刀？你们快看啊，卡卡嗝屁了。刚才我看见 Dream 拿了把刀，一定是他杀的。真的不是我。你少在这儿狡辩。我今天刚醒，桌子上莫名其妙就出现了一把刀。编，接着给我编。既然他拿了凶器，那就证明他肯定是凶手。他不是凶手，这一定是凶手栽赃陷害。动动嘴皮子，我也会。可是真相就摆在这里，他就是凶手。老师，这很明显的栽赃陷害啊。我不管，我就票他，必须给他票出去。小美，你要相信我，别投他。可是凶器就在他手上啊，我现在只相信证据，所以我投 Dream 一票。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，肯定投票老师，他才是真凶。胡说，这个 Dream 才是真凶。可恶，竟然平票了。你这可恶的凶手。卧槽，他明明就是狼人，你们为什么不投他？太生气了，我要去外面冷静一下，天黑之前我肯定会回来。不回你就是凶手。我的身份已经装不下去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个办法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在这下面铺满炸弹，嘿嘿，他们全部都会成为我的战利品。今天晚上看看到底谁不在。老师，你哪里也不许去。哪儿也不许去，那我还怎么找凶手？老师，你要去哪？离开这个门，你就是凶手。我已经掌握了很多凶手的线索了，就差一步了，我要走。你不能走。别碰我，我告诉你，不信的话你们跟我来。伙伴们，我们一起跟上去看看。线索就在这箱子里，你们打开看看吧。等等，这什么声音？卧槽，是陷阱，你们快跑。看来老师打算将我们一网打尽。这下你们去。卧槽，你怎么还活着？给我站住，你这个杀人凶手。不可能。可恶，就我一个存活下来了。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，